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艺洋。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目前其实没有特别意想不到。你要说惊喜的话，就是也算是说现在在实现小时候的梦想吧。我其实从小学民族舞，要说跳我现在这种舞种的话，是后来去海外的时候才开始学习的。越活越到现在，反而就没有以前那么会去爱自己和爱别人的一个人了，因为你表达不出来，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爱。我是真的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一个人，就我爱你这种话，我是真的蛮难说出口的，不管是跟家人还是朋友，包括我跟我的粉丝都很少说这种话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爱，但是我觉得爱是这个世界上就人的一生就是必不可少。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肯定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就是各方面吧，然后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